杭州亚运29号晚的游泳女子50米蝶泳决赛，中国的张雨霏打破了池江梨花子在上届创下的亚运纪录，以 25.1 秒赢得冠军，这个是她今届第六面金牌。更加难得的是抗癌复出的池江梨花子赢得铜牌，和张雨霏一起站上颁奖台。这两位亚洲泳坛天才少女一直惺惺相惜，在颁奖礼之后他们激动流泪，相拥而泣，还一起带着同款的熊猫公仔。原来那个公仔是张雨霏送给池江梨花子的礼物，